什么呢？这正是黑楼半只脸的。打败你还不是天职，是无形。冲击动力，战斗系统。你比一走一点儿不值得好。亲的朋友们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！老街坊都在呢，吃元宵了吗？都没吃呢，没吃赶紧居委会领元宵来。新的一年到了，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，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。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，有你有我也有他，家庭和睦才是宝。今天谁都别想好。怎么了？这那个大过节的，这小两口怎么了？这小金，小金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别跟他握手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！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来上这儿来。跟我握的，不是，别，上这儿来。大过节的，坐下。干嘛这么厉害？别激动啊！怎么了？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？哎呦，小金，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。怎么没矛盾呢？怎么没矛盾呢？啊，没矛盾上这儿来呀？有矛盾？有。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？不就是因为那个我？你说得清楚吗你？啊，你说得清楚吗？说清楚，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？啊，我说。妹妹您说，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？金哥，我问问您啊，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？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。拆迁搬来的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？三套。三套房子，这是她亲儿子，我是儿媳妇，我们不是外人吧？对。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。是。我要两套，我有错吗？三套，你要两套？对呀。那你说说，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？那应该呀。啊，那套呢？给孩子呀。哎呦，小两口有孩子了？没有呢。那你不早点吗？这叫未雨绸缪啊，各位朋友。现在这二胎都放开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万一我要头胎就生六个呢？那不可能。我说这意思，我得先准备上。你当妈得有个态度。再说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金哥，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，我没有那么小气，我就一天。你干嘛呀？你老碰我？不是。哦，在你们家受着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这儿来我就不痛啊！我跟你说，别碰我，我必须得说。我跟你说，金哥，今天来，我跟你说来居委会，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。赶紧的你，你拽我干嘛呀？你拽我干嘛呀？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。哎呦，哎，小金呐，哎哎，过年好啊您。哎哎，那个。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？对，发元宵啊。我是来领元宵的。你领。大爷，您先别想元宵了，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。哎，来，来了，坐坐坐，大妈。你瞧，生气了，大妈。坐，别生气。那得坐。是是是。他坐着多踏实啊。你瞧这，来，妈。别跟我叫妈啊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妈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！以后你跟他叫妈，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，他给你照顾大的啊，跟他叫妈。对，我也不是你爸。哎呦，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，我是你大哥。这什么辈儿啊？这是什么辈儿啊？不是，哎，气糊涂了都。听见了吧？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俩没爹没妈。可不能这么说话，不能这么说话。对，没爹没妈。他是充话费送的，他是。有有大妈。谁是充话费送的？你别打你说话，充20块钱我都不要，你知道吗？行了。都少说两句吧，这是居委会，是，丢人不丢人？丢人不丢人？大爷，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，是不是？这元宵跟哪儿领啊？在隔壁那屋呢。我上那屋去。你上哪儿去你啊？才惦记元宵。家里都这样，你还想要元宵呢？你坐去吧你。坐，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，大伙儿别激动。大妈，您那消消气儿，您听我说。刚才他们小两口啊，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，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，他们想要两套，这事儿您怎么看呢？我怎么看啊？我坐这儿看呗，我怎么看？没说您这姿势，就这事儿，您有什么看法？哼，拆三套要两套啊，要少了，应该
三套都给他们，给吗？全给你们。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，我们。您钻得进去吗？这就外头那个水泥管子，哎，水泥管子，知道吗？以后我们老两口子，我们住地铁，哎，你们再看我们，你们买票瞧我们来，你们。哎呀，别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似的。大妈，您别激动，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，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。一套呢，他们俩自己住；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。给哪孙子？给您孙子呀。那孙子在哪儿呢？不是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？不，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还说要孩子，朋友们 啊，结婚8年了，这俩是得要啊啊！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，哎，今儿上泰国瞧大象，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，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，北京动物园没有啊，是这么着啊？啊，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，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这么着啊？金哥，你金他让我生混血，我哪儿？别激动，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？哎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咱这是居委会。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，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，咱不是打架来的。对，哎，你等会儿金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咱不是打架来的。哎呦，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，都是我婆婆打我。哎呦，你张嘴就来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哎妈，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，我给您炒，没炒。炒了，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，我说妈您给我挠挠，您那是挠吗？您那就是抓，我后背都是道子。大妈，这怎么办？孩子，我那是抓吗？啊，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？接眼，您使那么大劲儿啊？啊，哦，我劲儿大，你劲儿小啊？我怎么了？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，上公共这个浴室啊，洗个澡去，干净干净。哎，干净干净。我让他给我搓搓背。哎，多好。我刚躺上面，我刚趴上他，怎么着？就这手劲儿啊，唰这么一下子，怎么了？我进堂子里了。你使多大劲呢？这是妈。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？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。我你省省劲儿，我脑袋撞石棒上了。我，哎呀，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？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？解眼呢？干净哎，这不完了吗？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？嗨，您让大伙儿听听，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说白了呀都是误会。小两口啊，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，老两口着急要孩子，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，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？好，金哥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这孩子生了，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。怎么呢？我说句实话吧，啊，我妈呀，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。对，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。听听，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，我去问问去。大妈，我想问问您啊，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？您还有一闺女呢，是不是？我许有闺女不？啊，许不许？我问你许不许？这许许许，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，这事儿，这是，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？啊，我没辙，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！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要不搭套房，嫁得出去吗？那玩意儿！哎呀，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？坐下吧你啊，坐下吧，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。哎呀，还有脸说呢你？行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。我跟你说，小两口，人大妈给大姐一套，给闺女一套，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。金哥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我们也答应，没关系。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。对呀。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。您凭良心说，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，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？啊，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，她这叫月光族妈。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，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，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？闭嘴吧你！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，就你们俩没有。我不说他，就说你，你从小体弱多病，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，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？啊，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，不买不结呀，朋友们，贷款也得买。你大姐是月光族啊，啊，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？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。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，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。媳妇儿，这房大姐没要，给咱们了。
你们两口子活着呀，心哪得摆在当间儿，你们得有良心，得有孝心，得安好心。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，要是对你们这样，哎呦，大妈，大妈，妈，怎么了，老伴？妈，你干嘛呀？妈，你可别吓我！妈，你干嘛呀？就是你们俩说的。妈，您别，妈，我真没想要这房，我就是跟您较劲呢。妈，您可别有事儿啊，妈，妈，您要有事儿，这家怎么办呀？妈，妈，我错了，妈啊，妈，我错了，妈呀！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，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，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？谁家有矛盾呢？哎谁家有矛盾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你们家有矛盾吗？我们家这不叫矛盾，那你们家这叫？这叫聊天儿。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？哎，就这样，这叫率真啊。对，妈，您别生气了，妈啊，妈，那个我这有好消息，妈您别生气啊。这不就好消息吗？房子给你们了。不要，您拿着，妈，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，妈，我怀孕了。你听见没有？他还，好事，好事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怀孕了。哎呦喂，怀上了！你这孩子不早说呀？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？一个多月。哎呦，早说，咋还在这儿待着？妈，回家。不是妈，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，我找找那个感觉。这么着，你学妈当年。对对对，你站着点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早说，真是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多好，慢点啊！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！小金，哎，大爷。谢谢你，您客气。这孩子不懂事啊！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，要今儿没你，这节都过不好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，大爷啊，还得麻烦你点事儿。您说，这元宵跟哪儿领啊？还点元宵呢？是是是，回家过节去吧。啥都香，不许懒洋洋，天天喜洋洋。啊，我们家郭子呀，我让他买酱油去了。也是啊，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回来？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小刘，快进来。嫂子，啊，郭子在家吗？买酱油去了。哦，所长让我捎个信儿。3年前，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？他不是判了5年吗？对，他点名要见郭子。他咋出来的？喂？他咋出来的？玉玉。哦，哦哦，嫂子，嫂子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让郭子准备一下。玉玉。他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。我问你，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？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，出院，他小孙女陪着他，那哪行啊？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，一进屋，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。我们本来就是棋友，他说在医院憋坏了，那就下吧。我第一盘把他赢了，更不让走了。说你要再赢我一盘，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。他一说酱油，我想起买酱油了，我赶快出来，到了6楼，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。你等会儿，小狗解手你也管？他家小狗有个毛病，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。那王奶奶吹啊？王奶奶没牙，吹不了。我在那儿帮着吹。我吹了半个小时啊，我上了3回厕所，小狗一滴都没有。王奶奶说他，你怎么这么犟？你怎么这么犟？这王奶奶怎么了？没牙呀。你太犟了。他一说犟，我想起买酱油了，赶快去超市。酱油呢？你等会儿，
买了酱油往回走，正走着呢，嗖，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，哎呦，这个快呀！谁呀？旁边有人喊：“抓小偷！”甭问，这小子是小偷。你追呀！我能追上他？我拿着酱油瓶子，我急中生智，嗖，啪，砸着了！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。你还能干点啥啊？起作用了。小偷一愣神儿，旁边的人上去摁住，送派出所了。抓着了，鼓掌。老公太厉害了。给我点钱，我再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哪儿也别去了。锁门，锁好了。坐下。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咱家摊上大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。出来了，哪个？哎呀，哦，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？越狱了。越狱。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。找我干嘛呀？你说找你干嘛？三年前你指认的他，是找你干嘛？报仇啊！哎呀，来，让他来，跟他拼，拼个你死我活！我告诉你，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，你信不信？你就知道拼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，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。人电视上都说，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啊？智取。那你说怎么智取？我的话你听吗？听。这样，你一见到他，先给他跪下。可以。你就说。你等会儿吧。我给他跪下。这辈子我就给我爸、我妈、你跪下，我给他跪下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啊，你先给他跪下，你就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指认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说这个。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，溜出去，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。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。啊？你是我媳妇儿吗？啊，太狡猾了你！讨厌。没问题，智取。记住了。啊，演一遍。啊，现在我就那越狱犯，郭子。啊，我现在是那越狱犯。哎呦，郭子大哥。啊，大哥头发真多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匀给我点儿。你能不能好好说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当初我不该指认你，请你原谅我，这样行吗？特别好。哎，那什么？啊、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烦死了。嗯、明白了，智取，我知道了。记住了。啊。来了，我去开门。你好，大哥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当初我不该指认你。我大哥，我送快递的。家里太脏了，嫂子签收一下。吸尘器坏了也不修，全靠吹呀。大哥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我教育他呢。谢谢啊。嫂子教育真有方啊。再见。起来！你看清楚了吗？你就跪，你丢不丢人呐？刚才有点紧张。有什么可紧张的你？这回真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大哥，我到时候不该指认你。我大哥，你们家还有份快递？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。满地的头发，偏说是我的，怎么可能？打扰了，大哥，再见。起来吧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演不了。我真演不了。这样，他要真来了，你躲到里屋去，我来。那不行，他是来找你的，又不是来找我的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女人
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不是，正因为你是个女的，而且长得那么好看，万一他进来以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摔杯为号，我一摔着茶杯，你就出来。一摔茶杯我就出来，一摔茶杯我就出来，就这么定了。有人吗？你别忘了摔茶杯，你快进去。山鹰大爷，快进，快进。我去开门，跑得真快。请问这是郭子家吗？啊，是。终于找到你了，爹。请问你是？我是他邻居。你好，邻居，我是。是他邻居。以前是他媳妇儿，现在是他邻居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走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不回来了。哦。他没了。没了。哦，对，没了。紧赶慢赶，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。大哥，三年了，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，一定找到你。今天我找到你了，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？三年前，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，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。大哥，谢谢你。嫂子，我谢谢你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先别谢我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。嗯，我这几年在里面吧，我好好的改造，提前两年放出来了。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，当面说声谢谢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话讲上了。那个兄弟，嫂子，我哥的墓地在哪儿？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，嫂子？兄弟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先别着急。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？我自己去行吗，嫂子？啊，我喝口水。我不喝水，你告诉我墓地在哪？嫂子，你站！啊！我这么大威力吗？错了啊！送快递的。不是，他不是他那个。你等会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刚不进屋了吗？啊！他一进来，他就问我是谁，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？对。然后我就，大哥，你没死啊？说谁？说你。我死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，我们好人永远不死。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啊，大哥，我真是来感谢你的。哎，你先听他说，你快说呀！我说。说。大哥，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。有一个犯人，他被判了死刑，临刑前他对众人说：“我第一次抢劫，抢了40块钱。”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，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。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，越抢劫越多呀。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，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。大哥，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。提前放出来了。哦，大哥，别给我演戏，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叫人上派出所。没有，大哥。哎呀，人家演什么戏呀？你这真的？真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哎呀，来，兄弟，大哥，不是越狱啊？不是，提前释放。嗯，来，坐下。哎呀，好啊。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好啊！然后让你这是提前
是回家过年。嗯，不是，大哥，我从小就没有家。明白了，兄弟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媳妇儿，下饺子，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。谢谢大哥。留下过年。哎呀，疼死了。大哥，啊，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哎呀，媳妇儿，回来回来。怎么了？你呀，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。不好意思。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。哎呦，来，给他来个造型。讨厌。来一个。看。呀，吓不死你。我去开门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于所长，快进来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。我们见过了，都见面了吧？见了，没闹误会？误会闹大了啊！都解决了。哎，你这头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哎呀，别提了啊！刚才抓小偷，眼看就追上了，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。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，真的。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，没发现他有同伙啊，太狡猾了。你们这没事就行。哎，一定要抓到他，他跑不了，我们有监控。我回去好好查查，我一定找到你。走了。这小偷胆也太大了，是啊，比你胆还大，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，这不找死吗？就是啊，你说，哎呦，你搜怕什么？我搜怕，是我搜怕。当时啊，我于所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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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为什么呢？这正是背了半个脸的。你这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战斗系统变。你比一总一撇不得好。院长，我正练舞蹈呢。哎呀，您先别练了，咱敬老院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有一个老头啊，失忆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。关键是这老头啊，记着自己有老伴儿，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。找不着老伴儿，他就不吃饭，三天了，喂的什么他都不吃，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？吃我呀？不是，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，劝他吃饭。哎，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，干嘛非得我去啊？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。嗯，你看啊，温柔贤惠，张大妈去；身体健壮，李大妈去；关键是特别漂亮，扶我起来。您同意了？没办法，颜值越高，责任越大。哎，来来来了啊！你好，请问你是我老伴吗？不是啊，你失忆了吧？快坐快坐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？你潘叔潘叔潘叔，站着站着潘叔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干啥呀？潘叔，您先稍等啊，您稍等。蔡阿姨，您看，就是他。扶我回去。为什么呀？就他当我老伴儿，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。蔡阿姨，颜值越高，责任越大嘛。好吧，好吧。嗯。潘叔，哎，您看这是谁？你好，我是你的老伴儿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不是我老伴儿，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。这不是失忆，这是疯了。再见。哎呀，
太阿姨，太阿姨，她失忆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切，还比我漂亮，就她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，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。不是我这模样咋了？我这模样咋了？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，不像吗？像一半。哪一半？翔。你，院长，他说什么意思？好尴尬呀。蔡阿姨，咱们继续吧。他没救了。哎呀，您再试试，您还没尽力呢。好吧，好吧，给我吃一口吧。不吃。我尽力了。哎呀，蔡阿姨，你稍等啊。潘叔，人都说是您老伴儿，怎么还不吃啊？不对，有瑕疵啊。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儿，我就考考他。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，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。好，蔡阿姨有希望啊！希望也是渺茫的。哎呀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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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？铲驴粪。盗墓。挖出一头驴。哎呀！又给活埋了。哎呀！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？总不会是铲驴粪吧？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，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。请问为什么？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。蔡阿姨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？他说对了，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，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。我救了你。对，你娶了我。没错。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？院长，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，说话太气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咋的？哎呀，蔡阿姨，你看这是饿的，再不吃饭出人命了。哎呀，我这样，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。好好好，潘叔，您换一道啊，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。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。对，当时我们家不同意。哦，当时是你们家不，你们家还不同意？是他妈妈不同意。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。儿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啊，长得好看呢。那姑娘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蔡，你这干嘛呀？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。蔡阿姨，您注意态度呢。你快点吧。啊，儿啊，常言道，丑妻才是家中宝，长成这样的肯定好，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。妈，我也想啊，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。潘叔，咱不情景再现的吗？后来呢？我妈不同意。咦，咱俩私奔吧。好吧，咦，咱俩分头私奔吧。站住！院长，私奔带分头的吗？潘叔，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？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，老伴儿来送您，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，您假装出门。好。蔡阿姨，您送一送吗？我得送他。对对对。走你。我那啊！哎呀，潘叔没事吧？蔡阿姨，温柔一点。结婚第二天，结婚第二天，对。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。临别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？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。哎呀，我去，还整得挺浪漫。咋一股烟味儿呢？哎呀，你谁呀？儿啊，妈也过来送送你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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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。不是，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。拥抱啊，这个怎么能？过去了过来，咱们换一道题，换一道题。行，那我再考考他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？我跟他还有一儿子，那得长成什么样啊？妈妈。对，就这样吗？
老公长得这么小，儿子长得这么老，让我失忆好不好？妈妈，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？妈妈，我不想去幼儿园。儿子，你3岁了，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、幼儿园。妈妈，我怕他们欺负我。儿子，不要害怕，向爸爸学习，要学会用智慧。对，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。他出去放牛，怕牛丢了，就想出一个好主意。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。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就痛快痛快嘴。他好混。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？相信了。吃饭去吧。走，跟我一起回家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我老伴吗？古人云，老伴归老伴，别老在一块儿。院长，解释一下啊，这是哪个古人下云的？你那稍等，我问问啊。蔡阿姨呀、啊，这回我真的尽力了。蔡阿姨，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，潘叔要饿坏了，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。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。不行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。妈妈。好，我再坚持一下。我不吃饭，哎呀，潘叔，他跟您开玩笑呢，他就是你老伴。不对，有瑕疵啊！我再考考他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？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？让葫芦娃给揍了？88年我下海经商，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，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。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，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，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，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，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。你那鱼不是死了，是熟了。可是我的钱都没了。钱没了，人还在呀、下回争取啊，钱还在，人没了。不对吧？媳妇儿啊，我现在身无分文的，是个穷光蛋了，咱俩离婚吧。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。别这么说，你原来也是。给你，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，你拿着吧。不行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能要。拿着。不行，这是你的东西。什么你的我的，连你都是我的。心若在，鱼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对了，对了，88年你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老伴儿啊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我好激动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我有老伴儿。对，就是我。呸！咱俩才认识5分钟，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。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他拉着我就私奔，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。这是我老伴儿，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，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，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。得，坏人是进不来了，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。这是我老伴儿，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，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，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，那糖是冰凉的，可我这心是滚烫的。这是我老伴儿，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，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，有个坏人要欺负我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，坏人吓跑了，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，这是我。老爸。当你老了，手发没错，老伴儿，
失忆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都失忆一年了。对，从那次意外到今天，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，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，你马上就昏过去。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，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。院长啊，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。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，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，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。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？老伴儿，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您终于恢复记忆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你谁呀？啊，这位是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儿子。坏了坏了，又乱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，这就行了。好好好好，老伴儿啊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喊什么呀？我又没聋，你爸太粘人了。老伴儿啊，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，院长没少帮忙啊。是啊，儿子，咱们谢谢院长去。哎，潘叔，好尴尬呀。哎哎哎，继续配合。哎，好。妈妈，哎，爸爸，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。谢谢。解放。哎，祥子，咋不进屋呢？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这两天你没来，爸心情可好了。那我这来了，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，省得他拿它打我。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？我都买了。你这是买的呀，还是捡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这梨可贵了，正宗的南果梨。妈，这是梨呀。啊。我还以为是俩杏呢。你少来这套。走走走，进屋来。我帮你拿的。不不不不。哎，我帮你拿，算了算了。哎呦，我帮你拿，怕啥的？哎呦我的妈，掉了一个。来。走走，爸，嗯，我回来了，爸。嗯，哎，哎，这水果放哪儿啊？家，你瞅把你给累的，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？买俩梨得了呗。你还真就买俩梨？不是，爸，这俩梨是祥子买的。哦，空手来的。行，坐吧，等着吃现成的吧。我跟你俩洗去，谢谢爸啊！不是爸，那祥子，你跟爸解释解释。爸，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你这解释挺好啊，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。那我没买吗？你不就买俩梨吗？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？这事儿跟爸讲啥呀？真是。啊，这时候孝顺上了。行啊，爸吃肉就行。说正事儿，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。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，对吧？可不是嘛，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。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，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。你那么拦都拦不住，完事还骂你，那还次要的。重要的是，咱爸这么好面的人，要知道自己被骗了，那年能过好吗？他也不得憋屈死啊？可不是吗？所以说，祥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呀，这么多钱呢？这10万块钱。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，让爸先过个好年，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。撞了，撞得死死的。啥撞了？咱俩这份孝心撞了。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，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那咋不填呢？我没钱。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？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？不是，我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够吗？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？
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？大概5-6万吧。你也别6万了啊！你是儿子，我是姑爷，咱俩一人出5万。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，我现在降个档，我买个5万块钱车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？行，行就行了。但是建锋，你说你一科员，开一5万块钱车，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整那么拉风干啥呀？是吧？咱就说，咱买一4万块钱车，他能开不能开？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，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！你那纯属瞎花钱，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？打哪儿不能进点风？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。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？真皮座椅算不？换针织的。我跟你说，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，夏天烫屁股，冬天拔屁股，换成针织的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说的有道理呀、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，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就退了吧，姐夫，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？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？啥呀？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。车壳子吗？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，能安全吗？咱不能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，那多结实啊，还能给你焊大点，焊个7座的。车壳子我再不要，那我真不剩啥了，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。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。你看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实在不喜欢，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？那想的你啥意思啊？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？你说的这叫啥话？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？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？喂，儿子吹力，啊，谢谢爸。姑爷来一个，谢谢爸。要拌你吃吧。好嘞。这水果啊，吃多少洗多少，洗多了放不住，对不对，姑爷？嗯，对。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，我和水果全听爸的。哼，这什么钱啊？啊，爸，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，给你拿回来。哎，拦呢？啊？你怎么不拦了呢？还我上当受骗了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人被骗，你爸都不可能被骗，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何止没出生啊，都没怀上。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，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。哥，你能挣到手吗？你不但挣不到手，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。还真是，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。那说的是啥呀？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？那到底是盐咸呢，还是咱爸脚咸呢？还我上当受骗？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。哼，爸，你干啥去？存钱去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。这200块钱拿着啊，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，别老空着手。我没买水果啊，我哪次空手来的？仨人洗俩梨，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？你姐嫁给我，她不幸福吗？嗯，看这膨胀成啥样了？她被骗了，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再这么下去啊，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，那骗一次上一回当。这回行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，那下回呢？谁堵？你堵啊？我堵。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。一提钱，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哎，咱就学骗子那一套，咱也好好骗骗他，咱让他明白，他不是神仙，他也会上当受骗，怎么样？这招太好了。啊，咱现在就上网学，真的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，你信不信？但我跟你说，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，被他戳穿了，他更得上天了。这个行，这个不低端。啊，绑架，
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假装那绑匪，我就把你绑了，我看他信不信。走，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，再给他打电话去。快，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，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。行了，跑呀，快跑，走走走。哎，这谁干着呀？小子接电话。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。喂，喂，是胡自信吗？是我，你谁？哪位？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。你让他少喝点，赶紧回来。没说完就给挂了，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？你像给我请假的。你厉害着，你拿出气势来，厉害。喂，喂，姓胡的，你管谁叫姓胡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抽你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怎么还给挂了你？爸生气了，扬言要抽我。他现在不是你爸，你现在是绑匪，绑匪，你厉害点。哎，喂，听好了。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，咱俩谁也别挂电话。嗯，你儿子被我绑架了，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！我保他留个全尸。全尸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是不是做的水开了？哎，我救心丸，我救心丸呢，我。哎，饱了饱了，爸再找救心丸了。你怎么？你说绑的不是我，绑的是你，不是我也够呛了。喂喂，老胡头，你儿子是不是叫徐德荒？你说的那是我姑爷，对，就是他。你这样，你先把药吃了。那不用了。绑匪，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，我儿子你要100万，我姑爷你要多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这话，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？行，你出价吧。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？3万。多少钱？25000。你刚才说3万？那你还问？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。不值钱是吧？给我打！别打！这钱我给你，让我想想啊。10万块钱奖金，20000块钱税钱，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。这样，你也别100万了，我也别3万了，咱俩折个中，79800，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，行不行？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头啊，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？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，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？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，啥不是指着他？你喜欢铁观音啊？人家找7-8个钢厂的朋友，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，你还想咋的？那能喝吗？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？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？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？白买了好几吨铁呢。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什么呀？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。行啊，就算我把钱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？当然了。你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证？喂，大爷你好。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，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我把赎金一交，他们就把我给放了。你说实在不实在？大爷，放心吧，打钱吧你。人家把你放了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叫的车马上就到。到了，大爷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行了吧，恶心死了你，赶紧把钱打过来啊，要不然恶心死你。行。让你把卡号给我，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。79800，谁同意了？100万，一分钱不能少，要不然撕票。别，给我打，打到你给钱为止。绑匪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喇叭，捅他！招招致命啊，全打麻将上了。哎呀，不好说。哎呀，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，
我还打啥卡里呀、啊？我亲手给你多好啊！亲手？你当我傻呀？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？别给我耍花招啊！继续给我打！啊！哦呦呦呦！疼疼疼！哎呦哎呦！痛了！哎呀！我痛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轻点儿！手机都给我打掉了，这么虎呢？比咱爸还虎！哎。赶紧打钱吧！哎呀，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打我好姑爷，不就一百万吗？给我给，什么？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，还不够的话，我卖房子，我卖肾，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。别再往上添了，足够了。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？他有可能还不起的。姐夫 你别哭了，搂不住，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。爸那是逗你玩的。不可能，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。哎呀，穿帮了。穿帮了？不能啊，我刚才演的多真呢、啊、怎么能穿帮了呢？哎，爸去哪儿了？给我打钱去了？不能啊，卡号还没给他呢。捐肾去了。妈呀，完了！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，那是倒了霉了。哎，爸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爸。再吃个梨不？补补肾。不用了，吃甘蔗吧，这个更补。行行行，咱家俩一起补。我就你讨厌我，我就你讨厌我，你装疯子，我打你，你老讲废话，你打你，你干什么呢？嘿嘿嘿，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。呀呀呀！哎呀，那笨蛋玩意儿。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，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，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，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。这脚脖子挺疼吧？哎呀呀，都敷弄了。哎呀，胡大爷，哎，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？对呀，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，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。大爷，没那好事，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，啊？不是大爷，你咋还不明白呢？你被骗了，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。放心，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钱也追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被骗，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。不是爸，你确实上当受骗了，那我们没敢告诉你，怕你上火。你收那10万块钱，是姐夫拿的。把那个小钱儿啊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事儿整的，你说你让我老脸往哪搁呀？滚一边去！大爷，记住，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，家人多劝阻，时刻要提醒。那行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，把钱领走。谢谢警察同志啊，回头我们就过去。不客气。回头？怎么去啊？叫个车呗。叫车？二位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来的？开车来的。正好坐你们车走。行，怕是不服不行啊！警察便宜都敢占，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？这大过年的，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？兄弟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先别着急。你告诉我哥的目的在哪？我自己拒绝吧，嫂子。啊，你喝过水？我不喝水。你告诉我目的在哪？嫂子，你站！啊！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。幼儿园，妈妈，我怕他们欺负我。儿子，不要害怕，向爸爸学习，要学会用智慧。对，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。他出去放牛，怕牛丢了，就想出一个好主意。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。我跟你说，再这么下去啊，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，那骗一次上一回当，这回行。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，那下回呢？谁堵？你堵啊？我堵。
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。一提钱，你怎么成长那么快？